白雪，我们来给你恢复能量了。呼呼，太好了，我感觉充满了力量。耶，终于背会了。凯莉，家里的洗衣机突然不工作了，你快帮我看看。好的，妈妈。白雪，我去去就来。我还是接着背吧，一三得三，一四得四。白雪，能不能把灯关了？太亮了，我睡不着。可是关上灯，我还怎么学习啊？哼，那我就不帮你收集能量了。不行，说好了你们帮我的，你不能走。可是开着灯，我真的睡不着。白雪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走就走，我还有小野呢。二二得四，二三得六。小野，你醒醒。白雪，怎么了？小野，你睡觉的时候能不能不打呼噜？我都不能好好学习了。白雪，你不能这样，我好心帮你，你竟然还嫌弃我，真是太过分了。啊，小野怎么也走了？美人鱼、小野、凯莉都是100分，白雪0分。你们都不许帮他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好好学习，之前也是因为晚上打游戏才看一会儿书就睡觉的。白雪，你的学习态度也太不端正了，明天把你妈妈叫过来。不要啊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，再也不偷玩游戏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像白雪一样哦。我们下期再见。